听吗？好听哈、哦，我们左边的朋友好听哈、哦，这首单身情歌。那我们在一首歌之后呢，来换乐器了哈、哦，来换乐器的，来一首快的西洋的哈、哦，我比较喜欢西洋的歌曲啊、哦，所以很多朋友喜欢这个台语的哈、哦，等一下也来台语的哈、哦，我先来吹奏我喜欢的一首歌，有点偏这个爵士感觉 ，Don't get around much anymore 哈、哦，这首歌呢早期在 pop 很常听到。啊，我在这个算是有看过 YouTube 有没有？有黑白的画面，那时候大家都看黑白画面的时候，我有看到一个男主唱的哈、哦，所以呢就很爱这首歌 ，Don't get around much anymore， 谢谢。非常赞，请问这就这三位朋友来自哪位的啊？高雄屏东，哎、欸。
花车吹大声一下，好不好？哎，高雄屏东骑车转过来，转过来，掌声鼓励哈！赞，我送你们一首歌，好，我送你们一首歌，也欢迎高雄屏东的朋友哈。我送你几首，回来高雄港。阿伯，这条我的招牌歌，你给我提起。阿伯，等你请老师来演奏哈。我来你演奏。我演奏啊哈，要听回来高雄港吗？好不好？啊，上好你几首歌曲哈，这边的朋友都很热情，这边的朋友要加油哦啊！今天呢刚好换了一个新的这个麦克啊，新的麦克风来这个测试一下，看看声音呢会不会更提升一点哈。大家如果耳朵要仔细怕亏哈，要仔细听了哈，我们来一首《邓来歌勇敢》哈，谢谢。
舞者快睡着了，来一首嗨的好不好？